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玩小企鹅波鲁鲁的外卖车玩具。你们看，这辆就是波鲁鲁的外卖车。首先，我们要把贴纸贴上去。你们看，这是我们的小猪卢比，卢比现在是厨师。这里还有我们的波鲁鲁，波鲁鲁现在是送餐员，可以让波鲁鲁来开车。卢比也要上车，再来打开车门，把椅子摆上去，还有小推车也摆上去。东西都装完之后，波鲁鲁就可以和卢比出去摆摊了。就在这里摆摊吧。首先是卢比下车，波鲁鲁也要下车，再来打开车门，小猪卢比可以进去煮饭。再把外卖车转过来，这里是客人们点餐的地方。这个是波比，波比可以来点些东西吃。这个是艾迪，艾迪也可以点些东西吃。接着摆两把椅子在这里，首先可以让波比坐上来，我们也可以让艾迪坐在这边。做好之后就可以给他们上菜了。哇，他们俩吃的是美味的面包和咖啡。我们还可以让波鲁鲁去送外卖。你们看，这辆是波鲁鲁的小型外卖车，波鲁鲁可以开车去送外卖了。波鲁鲁他们也可以来吃点东西了，可以让卢比坐在这里，还可以让波鲁鲁坐在这边。要吃什么你们自己拿吧。哇，他们也是挑了面包和咖啡。天快黑了，让波鲁鲁来开车，卢比也上车。再来打开车门，把椅子摆回去，小推车也放回来，可以开车回家去咯。